1672年，克诺德大陆一片祥和宁静。100年后，一股邪恶的力量悄然出现，文明崩溃瓦解，战火席卷大陆。人们聚集了最后的英雄，与邪物进行了殊死战斗。然而，黑暗还是降临了克诺德大陆，人类最终退守到大陆的边缘，流放之地。勇气、信念，流放之地的人类绝不放弃。
新功能开启了，点这里。战斗力涨，让我们继续战。勇气、信念、力量，合聚在一。身为战士，就一点这里。
勇气。身为战士，就应当坚守至最后。我觉得我应该再去睡一觉比较好。身为战士，勇气、信念、力量，合聚在一起才是希望。流放之地的人类绝不放弃。我觉得我应该再去睡一觉比较好。身为战士，就应当坚守至最后。勇气、信念、力量，合聚在一起才是希望。身为战士，就应当坚守至最后。
勇气、信念、力量，合聚在一起才是希望。勇气、信念、力量，合聚在一起才是希望。